那我想呢，第三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也是我每次我开播的时候，很多人每次都在点的。我开播如果我没有唱到的歌，我就尽量在我们这个直播啊 ，live 直播唱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要有音乐啊，老师伴奏的音歌才会好听，好不好？来，为你安排这首《爱情的恰恰》。总是很短暂，是的，因为、哦、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的万里显灵经在庆祝我们的七牙八牙跟成功公会博胆千秋，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呢所有观赏呢今晚节目的人，那么呢更感恩呢你们呢不断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护航，今天晚上呢也要感谢我们的万里显灵宫，谢谢我们的理事会及我们的 Jenny、哦、谢谢你的红包，感谢感谢感恩、啊、也感谢我们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立新直播大乐队及我们的朱丽丽，我们的节目要告一段大落了。